共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乡亲的母语，结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大件事》。月光，花若凋零，咱毋免急毋知；云若四散，咱毋免讲无彩。有一寡小事，咱会使无挂碍；毋过有一寡代志，咱袂使讲无爱。烦恼那是菩提，分离应该会使是自在。天色那是会转暗，咱爱安慰，毋免悲哀，因为迄片消失的月光，曾经照对咱遮来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件事第四十集，欣赏的是故乡的林宏珠老师所带来《月光》。顺利去，咱邀请林宏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的背景。我写《月光》这首诗哈，是甲咱高雄市艺术房的这个头家娘简洁有关，嘿。啊，先那开始这首呢，原来是安尼吼。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讲，前节呢是阮高雄市有一间佛寺叫做弘法寺，弘法寺，弘法寺的主持也是开正长老、开正中咯。啊，前节哈，甘子啊，一早年的是开正长老，他皈依在开正长老的座下，伊是皈依开正长老的。那这个开正中路呢，伊皈依了足久的时间，有一段足长的时间，差不多有两冬，伊拢无去看师傅。但是有一天，伊忽然间想到讲，足久无去看师傅啊，吼，回来弘法寺看一下师傅。啊，师傅看伊回来，当然介欢喜，吼，啊，两个就讲啊足欢喜的。啊，甘子啊，伊家问讲，啊，迄个师傅最近呢身体好无？那师傅会甲讲，那大代志无啦，小代志无要紧啦。啊！啊！咧开讲的时阵，会看讲啊，师傅嘛是含较早同款，安尼吼，介自在啊。可是等下甘子啊回来了，无外久，听讲师傅过往去啊。吼，咱的迄个佛教的专有名词叫做师傅圆寂的完结啊，安尼。哎，差一点，讲啊是安那开安尼呢？吼，我迄刚去一个好好，啊是安那过无外久呢，伊过往啊，啊无看出讲伊有啥物病。啊，原来当然这师傅就是伊有病啦，但是伊表现出来是介自在，出家众嘛哈。那伊将这项代志，伊就有感触，伊打电话甲我讲，讲伊甲师傅见面的时阵，都无发现讲师傅有病，还是安那师傅甲伊了，互伊感觉上奇妙的、上特殊的，就是伊那会伫师傅要过往进前，知影通当去看。伊感觉讲，这个缘足奇妙，吼、哦，真特殊安的对。伊敲电话咧甲我讲这个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我无啥感觉，吼、哦，我讲人的缘本地就安尼啊，所以我是无感觉的。不过，伊甲我讲了的第二天，足欢喜，敲电话给我，足欢喜。伊讲吼，伊甲恒春啊讲这项代志，但是恒春啊吼。伊就甲写一首短短的诗来甲简洁安慰。啊，恒春啊，伊是用这个公益的口气写，啊，伫遮我会当念予大家人听讲，这个国毕的囡仔吼，伊是安尼写的。伊讲，亲爱的你，我们都不喜欢悲哀，这点小事不用挂怀，就像叶子落下前一样有光彩。秋天一到。该离开就离开，我不是回去，而是准备再来。
这乡村啊写写好简洁，哎，就欢喜讲哦，乡村啊，可以当写安尼的迄落吼，言简意赅，古爹爹啊，唔可以当写出诶伊的感觉安尼啦。哎的，就欢喜打电话甲我讲这项代志，啊，我听到了，因为乡村啊这首诗，我煞完了感觉，卡来写月光一首。啊，其实我这首诗吼，啊，所要表现的唔是啥物货啦，就是讲，一个出家众也当真自在。啊，咱呐有亲近过师父，啊，咱嘛唔免讲无采啊啦，因为像迄月光，伊曾经捌甲咱照过，啊啦结束，伊就像永春咧讲啊，讲我不是回去，而是准备再来，伫未来生命诶即个路途上，啊，所谓的生命长河中，啊，咱有一天嘛是搁再见面，因为咱已经。种下菩提缘，咱已经种下真好缘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花若凋零，咱毋免急毋知；云若四散，咱毋免讲无彩。有一寡小事，咱会使无灌溉；毋过有一寡代志，咱袂使讲无爱。烦恼那是菩提，分离应该会算是自在。天色那是会转暗，咱爱安慰，唔免悲哀。因为那片消失的月光，曾经就对咱家来。在这首月光内底哈。有一个用字或者代字，那这个代字一般咧用也是用代字，代理的代啊，迄个日字的字哈。啊，唔过呢，我是用大书、大书这两字，因为大书这个代，一本底就是会当念作代。那这个书情的书，伊是会当念作时，念作时，这两三时的时，这两音拢会使。你若会当念做喜，这两三时的喜，一转一个声母，念做字，这是有的，这是有的哈。所以大事其实就是大字。花若凋零，咱唔免急，唔知这个急。一般人会念做讲，咱唔免假唔知，唔免假装不知道。啊，唔过大家人拢唔知，假装的假，真假的假。伊是会当念作“革”，你去字典甲切音，伊是会当念作“革”，革命的“革”的那个音，也当念作“革”。所以这个音记录伫字典内底，这个音嘛足久啊。哦，这个音几啊千冬啊，啊，咱台语音内底有保留这个“革”这个音安。所以我超工运用伫月光内底，我讲花若凋零，咱唔免急唔知；啊，若未晓念的，伊念作咱唔免急唔知，嘛是同款意思。哦、所以急唔知，诶急就是真急的急。搁再说下去，咱来邀请圣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分享一对月光这首诗的感受。这首月光哈，伊是咧描写讲真济这种咱人所看到的一挂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，伊到尾啊有啥物变化？变化了后，你要用过啥物款的角度那个看待？就是讲，有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佫消失去，这个消失去了后，你对有啥物款的理解？伊伫这个所在要描写这月光啊，就是要讲咱这个吼人世间的代志，唔通用一种非常的急。执着的方式执着啦哈，执着的方式来看待安尼的对，你要用一个较有春秋的方式来看讲啊，人世间绝对唔是干阿你目睭所看到，干阿你即马所感受到迄种的情形啦，你啊，你若退一步，换一个方向，你所看到的都是无同款的物件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过程，过去光，即马暗。佮进一步，即马暗，将来嘛反射，会佮更。
烦恼那是菩提，分离应该会使是自在。天性那是会转暗，咱爱安慰，唔免悲哀，因为那片消失的月光，曾经照对咱家来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宏珠老师写诗，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阁继续空中再会。